居民社区或机构的干湿垃圾分别进入中转站，其中湿垃圾及餐厨垃圾将由专业公司堆肥发酵加以处理利用。干垃圾包括废纸、废塑料、废布等等，则经过本设备干净利落的就地催化发电。设备启动，垃圾经过前处理装置增选破碎后进入气化炉。垃圾中的基本组分碳、氢、氧经过化学裂解反应生成高热值的可燃气、一氧化碳和氢气。裂解反应过程中的焦油等有害物质经过催化反应装置进一步净化，生成洁净的可燃气，排放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。处理每吨垃圾可以产生310度电，直接供给小区使用，或通过充电桩为电动车提供动力。